香果去皮不要扔，挖出果肉备孕，果皮放入锅中，加入纯净水，煮出御姐色，关火捞出皮皮，加白糖、白凉粉、百香果肉，搅和搅和，到盆里放凉，凝固后脱模切成小块。百香果皮含有大量花青素，比果肉价值更高，千万不要再扔了。